Hello， 今天吃火辣鸡腿、螺蛳粉，还有香辣鲍鱼。鸡腿。软肉脱骨。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喜欢吃螺蛳粉的？香辣鲍鱼，有嫩有脆，别看我点了这么多，其实就花了几块钱。现在点击左下角链接下载。饿了吗？首页搜索老铁555，新用户最高能领66元红包，下单直接抵扣。各种美食最低只要几块钱起，快点击左下角链接和我一起优惠吃美食吧。Hello， 今天吃水果焗阳光玫瑰。好甜。
防止金枪鱼通腹。牛油果，榴莲蜜。有没有跟我一样喜欢吃榴莲的？软糯香甜，外卖来了，哇哦，太激动了，今天这些汉堡炸鸡才花我10块钱不到，省了一大笔钱。想要省钱的宝子们，点击左下角链接下载打开饿了么 APP， 使用手机注册登录，搜索66福利，新人最高领取66元红包，外卖下单直接抵扣哦，跟我一起省钱吃霸王餐吧。
Hello， 今天吃巧克力焗鹰山熔岩。还有一杯红糖珍珠奶茶。巧克力泡芙。炸鸡，家人们，今天吃麦当劳一块钱抢的辣翅炸鸡，还有尊宝梦幻比萨，一波带走六件套，只要28.9元，发现了吗？今天的美食主打一个量大便宜，作为一个大吃货，不光会吃还要会省，
悄悄告诉你们，这些都是我在美团外卖神抢手上抢到的。在深圳的家人们，现在点击左下角链接，上美团外卖搜折扣福利就能抢，不光有1块钱的炸鸡，还有1.9元的一盒糖奶茶，各种神仙美食让你低价抢到手，大牌更有折上折，限时限量哦。只要链接还在，就证明活动还有，赶紧叫上你的亲戚朋友一起去抢吧。